哎，程总，咱是那个今年几月份开始出售咱那巧克力啊？我第一次是大概六月中旬，六月上中旬第一次啊。咱是那个，这是撒式的还是这个苗肥苗的？撒式，撒式的啊，全部撒。撒上之后再这个浇大水。啊，对，咱这一棵树呢，哈，用了几斤呢？巧克力？我这巧克力是一棵树用了大概三斤。三斤啊，还有配着三斤复合肥。配了三斤复合肥、啊。对，一棵树合六斤。啊、哦，那这个使用巧克力之后啊，咱有什么看发现这个什么好的个效果吗？效果肯定啊，这叶子你看到吗？这叶子有厚度，有亮度，亮度。里面啊，这果儿的亮啊，你看这果。看着果。你这表光好，这个果子啊啊，你看这果子多漂亮。我看着那果子今年的个头呢非常大，啊、个头大，不是它甜度也很高。对，它吃巧克力以后，它甜度增上去了。甜度。果子叶子还变厚变亮。啊，咱们果子呢，你吃的口感比给一道不用巧克力的差太多，差太多。哎，这含糖量它得高四五个，高四五个呀、啊，你口感都不一样。啊，就是咱这今年的梨呢，具有一个好的品质。啊，对对对，品质就是表光好，啊对，糖分高。啊，再个今年这个梨的产量特别高，是吧？啊，产量肯定高、啊。看这个这梨的个头都非常大，啊，果子个儿的大，主要是关键是它这个个头长得大，不是咱们个儿大，叶子也好，这个叶子好才能长大。长个儿大呀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主要是再说什么，关键是你不用巧克力的那时候，去年我没用过，嗯，糖分达不到，糖分达不到，哎，它不如这用巧克力，啊、它吃的口感特别越松，甜度高啊啊，所以这是关键，这是关键啊，对对对，那跟咱吴总的话，以后还继续支持咱巧克力，哎，肯定，明年就大量使，大量用，我今年做了，这是有大概有一吨多，明年大批量用。我看咱这个梨园也非常大。咱有多少亩地啊？我们村1800亩吧。1800亩。光我这儿是大概有200多亩。200多亩。啊，明年大批的。明年准备就大量用咱的巧克力了。对对，我们这合作社。对。我们合作社是1800亩。到时候我就带动他们，让他们都得试，他们都看了，都参观，都看，都挺好。啊、明年一定有用。好，咱让我代表咱巧克力的公司呢，也感谢这个人程总的对咱巧克力的支持。谢谢巧克力啊，谢谢巧克力。好，谢谢程总。好嘞，挺好。我今年用的咱们巧克力肥料是在第一次在6月15号，第二次应该在7月中上旬。我用巧克力的感觉是什么？它的叶子呗浓绿厚有弹性，还高有亮度，它的梨呗果面也光滑，最主要的它吃着口感有点松，含糖量相当高，比这去年不吃巧克力呗差四五个含糖量，能高四五个，吃着特别好。在这个我们这个是个专业合作社，我在让大家所有的我们合作社成员早已经把这梨早已经看过了，包括这个树势吧，包括咱们果子吧，包括品尝，到明年继续得要大批量用咱们巧克力，确实吧效果不是一般的好。